初选民调的结果，依照参选同志姓氏笔画作为宣布的顺序，朱立伦同志总平均支持率17.90%，周锡玮同志总平均支持率6.020%，张亚中同志总平均支持率3.544%，郭台铭同志总平均支持率27.730%，韩国瑜同志总平均支持率44.805%。现在我要宣布，韩国瑜同志以总平均支持率以44.805%排名第一，